平川收论剑，天野良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巅峰对决 TH000 大战鹰匪。哇，以这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游戏实力啊，双方的对抗可以说非常的令人期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EI 回音岛，一张非常经典的 EVE 地图。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人族 ID 是 TH000 啊，我们的蛋总。蛋总的话，今年上半年啊身体不是特别的好，经过大半年的调整啊，现在应该是恢复的还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出生在地图的左边红色的亡灵 ID 是鹰匪啊，人称四皇呀。鹰匪和 TH000 的关系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好，对于彼此的战术也非常的了解。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发挥，鹰匪这边首发的是小强地血领主，那不出意外的话又是一个开分矿的打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蛋总这边，蛋总首发的是圣骑士，哇，又是这个战术啊。如今 FQQ 将非主流的玩家、把圣骑士玩的真的是让亡灵啊有点难受。当然如果是高端级的话，圣骑士首发打亡灵啊其实不是特别好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发挥，这一边的话开局 TH000、拉了一个小农民啊，在对方家里旁边各种造房子啊，主要是侦查一下对手，看看对手的一个练级是不是选择开分矿。好，这边的话小士森已经往这边走了，那这边我们看一下人族上来的话，民兵一敲啊，不出意外应该是殿下这个雇佣兵。圣骑士这个英雄应该率先啊到三级，一定要尽一切代价到三级之后二级圣光非常的猛。我们看一下小强这一边，哎呦，上来直接就把 TP 卖掉啊，打得非常的决绝。好，上来先把这个小农民给解决一下，还有个尸体是吧，要不要召唤一下小骷髅？好，选择是召唤一下小强，小小强。这边圣骑士上来第一个装备，哇，打了个回二戒指啊，很不错，刚好圣骑士不能奶自己是吧，那打了一个回二戒指，那血量恢复的问题啊基本上解决。这边直接练到二级，那小强现在刚开始练啊，还是人族这个练级效率高一点。上来直接先把通灵塔给放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买了两个腐蚀之地，现在是扔下一个，还有一个腐蚀基地可以在其他地方练级的时候用一下。这边矿盖子直接放，哇，这个分矿开得非常的快啊。上来小强到了二级，我们看一下蛋总这边，蛋总这边第二个点小点一练，然后家里民兵一敲，也是一个开分矿的打法。然后鹰匪很早就放了一个小甲虫过来侦查一下，果然也是啊，是哪个时间点对方在干嘛啊都非常的了解，毕竟两个人关系很好呀，战术也一直在交流当中。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鹰匪第二个点选择练一下雇佣兵，腐蚀之地直接一扔啊，这样的话这边亡灵的部队血量恢复的会比较快一点。这里看看五级便捷巫师能出一个什么好装备，练完雇佣兵买一波雇佣兵是吧，加血还有这个输出啊都有了。我们一下，哎呦，这就打了一个加9的弓爪，这个装备有点强。那接下来人族分矿练完，暂时的话资源不太够啊，还要等一会儿啊，等资源够的话放一下自己的基地。然后圣骑士在分矿旁边先练一下小鱼人，现在圣骑士已经到3啊，二级圣光非常猛。好，外面的房子被这边的亡灵拆了一个，所以现在蛋总啊暂时是红人口。小强接下来的话要去骚扰一下人族的分矿，反正这个时间点啊，人族应该是放下了分矿。与此同时，这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的话，鹰匪双线拉了四个小狗，那主矿还有分矿同时进攻，这一套打法的话非常具有针对性啊。如果说你操作不好啊，一下没反应过来，可能会吃亏。好，这里我们看一下，四个小狗拉过来开始挠，但是蛋总反应非常快啊，民兵一敲。那这里的话，这套战术不一定要杀你的农民，他就是各种来骚扰你，骚扰你。好，这里我们看一下，过来抓对方练小鱼人，那小鱼人已经练完了，这一波这边小甲虫再加上一个雇佣兵，数量很多，直接过来进攻啊。不过蛋总这一边也是出了名的扛压王是吧，正面还有无论是主矿还是分矿应该是都能守住。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鹰匪四条小狗拉到分矿过来，既然你主矿守得那么严，那我把所有兵力啊全部集结到你的分矿。这边顶着压力，这边蛋总还是把分矿给开了出来，接下来看看这个塔能不能守住。这边鹰匪所有的输出全部拉过去把这个塔给拆掉，
这个塔要是拆掉的话，这个粪坑就危险了。哇，这边蛋总也是反应非常的快啊，小农民拉过来赶紧修，圣塔已经好了。那圣塔一好，亡灵这一波的进攻应该是要告一段落，毕竟圣塔对于这个召唤物还是蛮克制的，而且小强现在暂时身上也没有什么魔法值。这里我们看一下，有个黄皮驱散一下这边的召唤物，这边亡灵应该是进攻啊，差不多要撤退啊。这一波的话也是赚了不少便宜啊，杀了不少小农民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蛋总依然还在修，把这个圣塔给保住，保住分矿就保住了。这边圣骑士身上魔法值很多，哇，已经到了四级。这边小强小心啊，不要被对方给围住，或者是圣光多来几发就没了。这里的话，小甲虫杀的也是有点多，圣骑士啊直接从三级升到了四级多。倒是小强依然还是三级，等级变化不是特别的大。那这一波，哎，蛋总啊居然扛住了，而且还赚了不少经验值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，英飞继续在拉小狗啊，这个小狗又继续拉过来去骚扰吗？但是分矿这边的进攻啊已经被蛋总给化解掉，一有圣骑士再来一口圣光，这边小强有点撑不住了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小甲虫继续再拆一下人族外围的一些建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圣骑士继续疯狂练级，圣骑士一到五的话三级圣光，亡灵好像很少单位啊能扛住。这一边英飞又开始拉小狗过来进攻，看看现在的话，人族分矿没有建塔，圣塔的话打召唤物是很强，但是打小狗好像哎用处不是特别的大。好，这里我们看一下，英飞这边又拉了一部部队进攻，哇，首先啊小狗先行，后面大部队慢慢跟上，这进攻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，哎呦，人族的话家里的农民好像阵亡的有点多。这边小强没什么蓝呀，小强没什么蓝，靠小甲虫过来继续骚扰一波，就是消耗一下人族，让人族踩资源啊没有那么的舒服。好，这里哎呦，我们看一下，蛋总又买了一波雇佣兵，两个黄皮啊就是对付你的这些召唤物。小甲虫确实很猛啊，但是这边两个圣塔再加上两个黄皮各种驱散。这里的话，英飞也是买了一波的召唤物，一波的这个雇佣兵啊。这段地图的话，两个雇佣兵确实疯狂，一看啊双方也不怎么缺钱，疯狂的买雇佣兵。这一波啊可以称之为雇佣兵大战。这里看看呀，小步兵一丝血，圣骑士的话身上的蓝还是很多啊，上来一发圣光直接把小步兵染成满血。这里的话，圣骑士这里把小强有点扛不住啊，赶紧交 TP。好，这一波蛋总又扛住了啊，不愧是扛压王啊，人称压王，扛压能力非常的强。面对英飞一波又一波的进攻，蛋总的话一一化解啊，而且圣骑士等级越来越高，即将到五级啊，这圣骑士一到五级真是强的不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科技，哎呦，但是科技的话感觉英飞的科技非常的快啊，三本都已经升好了三分之一，这边才刚开始升二本，那蛋总科技落后比较的多，虽然说扛住了英飞一波又一波的进攻，但是自己这个资源科技确实影响非常的大。好，现在赶紧疯狂的补等级，先把圣骑士练到五级再说。这一个开始的时候，英飞开始转空军了，就欺负你没有空军没有科技，暂时对空能力啊不是很强，只能靠这个雇佣兵打一打。这边有小强一戳戳的太准了吧，这么多小步兵全部戳起来。这里我们看一下，人族想杀一下对方的这个绿皮，好，绿皮倒下，圣骑士到了五级，五级的话三级圣光，但是小强的二级戳对于小步兵来说也是致命的打击。好，双方又是一阵啊乱操作乱打，打得非常的惨烈。这边双方部队换的也是有点多，哎，但是这个五级蓝胖子好像要被英飞给抢掉啊。五级蓝胖子装备可能会非常的不错，看看，哎呦，直接一个大无敌 DK 直接拿上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天鬼被中立怪给往下来，那圣骑士悄悄一个圣光带走。好，这一波打完，我们看一下，人族是英雄非常的领先，经验值五级，这边的话小强才四级半。科技情况，人族二本还没有升好啊，赶紧补塔，对方的空军如果有很多空军的话，没有塔真的是受不了。这边英飞三本都要升好了，哎呦，放下两个诅咒神殿，那不出意外的话要出骷髅海来打，骷髅海打人族，哇，人族现在再多的塔面对骷髅海好像都是浮云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蛋总要怎么去处理，蛋总的话分矿主矿塔确实也不少，但是对于骷髅海来说，这些塔好像也是纸老虎。这里看看英飞过来压一下点啊，你这个点没有力啊，帮你收掉。
接下来的话，部队开始往前冲啊，虽然说还没有成型，但是都已经准备好要进攻了。库罗法师也在安排。这里圣骑士追杀一下对方的小强吗？但是旁边有 DK 啊， DK 时不时可以奶一下。这边小强的召唤物有点多，哎，看看要不要围杀一下这个圣骑士。圣骑士血比较硬是吧，一不小心破口了。好，这里亡灵的话大部队要开始进攻了啊，四个天鬼小甲虫数量非常的多。五级圣骑士啊一直在和亡灵耗啊，一直拖延一下亡灵进攻的一个时间。这边能拖多久呢？对方的话亡灵部队越集越多。这边看看哇，我们看一下，在 TH000 啊用英雄拖对方的同时，分矿一口气放下了三个狮鹫龙，那是打算出空军打你的这个天鬼啊。上来的话出点龙鹰，哎，把这些给网住，后面的话人族转骷髅海，那出点狮鹫龙鹰打打也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阵型还有战术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，接下来就是双方一个 timing 点还有一个时间的比拼了。这边人族二发了一个大法师啊，大法师的话主要是提供一下光环，还有就是后面升个暴风血 AOE 打一下对方的一个骷髅。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，圣骑士身上的魔法值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对方奈何对方兵多呀，步兵一上来的话，哎呀，兵营马上被对方给拆掉啊。现在人族已经没有步兵了啊，也就是买买召唤物，买买雇佣兵，然后所有的钱集中到分矿这边投兵战。哦哟，这边龙鹰疯狂的造。现在四个天鬼啊，只要超过四个龙鹰，一下全部网住。接下来的话，亡灵啊已经开始绞肉车过来了，绞肉车提供尸体也是一个工程单位。后面骷髅法师源源不断的召骷髅进攻，那人族要赶紧部队要补出来啊！现在双方比的就是时间是吧？时间就是生命，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爆出一波兵出来。好，这里一波我们看一下，亡灵已经开始进攻了，人族要稍微的去克制一下对方，否则外围建筑被拆也是很难受啊。这边龙鹰四只龙鹰，好，差一只，对，三只龙鹰啊，差一只，马上四只过来的话，把四个天鬼全部网掉，就可以开始进攻了。现在要不要考虑民兵敲一波呢？现在小强状态有点不错，好，民兵一敲，这一波的话，蛋总真的也是啊，真的是破釜沉舟，全部全家老小全部拉出来。这里小强第一时间把小民兵全部给抽起来，啊，这边四个龙鹰把四个天鬼全部网住。现在还有两个龙鹰，哎，打一下对方的这个绞肉车，绞肉车干掉啊，对方的话就没有一个单位提供尸体，骷髅海招的就没那么多了。现在 A1 骷髅法师升级个残废，这个残废技能非常的 bug 呀，直接把移动速度、攻击速度全部减弱，不仅如此啊，攻击力也要减弱。亡灵这个法师部队确实很强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骷髅出来，骷髅法师也来。这边龙鹰的输出好像不是特别的高，龙鹰现在集火杀一下对方的一个骷髅法师。你看这个胖子被残废一下，跑的是真的慢呀，输出少是吧，攻击慢啊，移动也慢，很伤。接下来看看怎么办，现在人族的话三倍还没有升好啊，三倍没有升好，狮鹫爆不出来，但是龙鹰的话输出又不高。现在蛋总要继续扛。好，大法师到二级升个暴风雪砸一砸对方，龙鹰的话解决一下对方的一个车子，还有这个骷髅法师非常针对。那这里想杀一下圣骑士吗？小强一戳还是有点厉害。哎呦，龙鹰被残废一下，哎，跑的真的是慢，真的是要成为了一个废物，基本上就成为经验值了。亡灵这一波我们看一下，哎呦，这边我们看一下英菲家的小狗也拉出来，就是要趁这一波把人族给打垮，否则人族施救出来的话亡灵就很难打了啊。这里蛋总还得继续过来救，双方打的是真的很惨烈啊。看一下现在主矿的塔仅剩一个，这边龙鹰不得不回防啊，三倍还没好，施救还出不了，只能出龙鹰。这里的话看到对方有个绞肉车啊，一定要把绞肉车给解决，大法师暴风雪一下啊，自己状态不是特别的好，圣骑士关键时刻还得奶一下大法师。现在龙鹰继续把对方的骷髅法师给处理一下，只要对方骷髅海成不了型啊，家里的话还是能稍微扛一波，等自己的这个狮鹫成型那就好打了。好，圣骑士升到了六级圣骑士，这一级圣骑士等级真的是非常的高。那对方现在的话巫妖没有带球，空军能力的话还是大打折扣。
这个球的话给了小强啊，刚好是物极小强啊，这个输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直接一个圣光，哎，复活农民，哎呦，这人族没什么作战单位啊，六级大招复活的是农民，但是复活农民好像用处不大，对方召唤物非常的多，马上就把这些农民给解决了。好，现在人族三本终于好了，非常的不容易啊，扛压从二本还没好开始扛啊，扛到现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小三发一个山丘，但是山丘不一定能出来啊，祭坛马上被拆。这边看看，好，三个施救龙点了三个施救，哎呦，但是基地好像要被拆，这个基地一拆，施救到时候又不能重新点了啊！啊，祭坛也被拆，这一局的话，英菲泰米的确是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总的话真的差一点点呀。现在施救数量没有成规模，对方上来一个残废，好像这个不成规模啊，打起来的话感觉有一点像葫芦娃救爷爷啊，一个一个可能会送。这边看看还在继续出，还在继续，哎呦，只点了一个呀。现在人族的话三本基地被拆卡人口，施救这出不了多少了，只能再出一个，出一个的话这边三个施救，哎，刚才有一个啊，三个施救再造一个，那就四个施救，四个施救，这一波亡灵人口这一波有点多。我们看一下现在人族是60，亡灵65，看起来不对吧，看数据不多，但是这边召唤物是没有算到人口里面的，召唤物加起来的话将近破100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波，哎呦喂，主矿拆完，分矿也发起了进攻的号角，现在人族补不了新的施救啊。这边看看三个英雄啊，加个狂热，你看这巫妖跟打专机啊，嘟嘟嘟啊，嘟嘟嘟啊，嘟嘟嘟啊。好，人族阵型要控制好啊，先把对方的小甲虫给处理一下。山丘终究还是出来了啊，在三本被 A 掉之前把这个祭坛给造好了。那山丘一出，接下来看看这一波能不能打一波成功的反击战。现在看看亡灵，哇，蜘蛛数量补起来了呀，喷飞的话很快又把蜘蛛给补起来，蜘蛛深沟网啊，专门对付你的空军，蜘蛛深沟网。然后这边骷髅法是一个残废，那这边施救的作用大打折扣啊。这一波看看六级升级是看起来非常的凶啊，双方这一波要开始交战了，找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是吧，操作空间比较的大。这里上来一个锤杀蜘蛛，哎，这边蜘蛛四散拉开来，然后把你的这个部队往下来往下来各个击破，大法师暴风雪一下，哇，这一波的话英菲这个操作非常不错啊，四面八方各种拉扯。好，大法师一死血升级是奶一下，现在部队四散拉开来，人族集火很难集火，自己的部队啊被对方一个一个网掉，然后慢慢消耗。这一局英菲的操作非常非常的不错啊，这一波空军被消耗殆尽，哎，感觉蛋总好像真的要输了呀。好，蛋总打出了奇迹，我们恭喜英菲啊，还是英菲套路多，这一局发挥更加优秀一点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